一会儿你先帮我把账付了，我手头有点紧，回头转念啊。好，谢谢先生。哎，等一下。啊，有什么目的吗，先生？怎么会这么贵啊？我们的酒都是明码标价的。你开什么玩笑？我们才点多少酒？怎么可能9988呢？不好意思，先生，我们的酒就是这个价位。 你们这是黑店吧？这明摆着就是抢钱啊！您既然点了，就得付账。行，我报警。哎，别，先生，有什么问题我们出去说吧，这边太吵了。走。 路上注意点，赶快送到啊！客人都催了，干嘛？哎，那边打架经常有的事儿，你别管了，赶快去送吧。客人都催了。嘿！给我住手！干什么呢？他爸爸是警察，你们知道吗？走。 张总，你还有脸回来？这周末回家有不用打报告？你还装是吧？啊！你胆子越来越大了，跑到酒吧跟人打架，就通报直接到我这儿了？那又不是我挑事儿，酒吧卖假酒，欺骗顾客，仗势欺人。你知道景孝顺在外面打架，后果有多严重吗？记大过。 甚至是开除。要是禁止你参加全国公安联考，你一辈子当不了警察。爸，那总不能由着他们不管，让他们仗势欺人吧？伸张正义也是警察的职业操守啊。处理问题靠的是脑子，不是拳头。我教育过你多少次了？做事啊要有全局观念，不能凭一时冲动，更不能逞个人英雄。 你知道你打架的行为后果有多严重吗？差点让我们的干警啊，大半年的辛苦都白费了。你们早就盯上他们了吧？什么时候行动？抓他们！你看看你，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吧？这酒吧哪是你们学生该去的地方？你要时刻记住自己的身份和影响。 知道错了吧？知道了。行，看你态度还端正，就扣你1个月的生活费，让你长长记性。一个月啊？那就2个月吧。别！一个月吧。我算是见识到泡面的威力了，啊，俊哥，你这连吃一个礼拜的泡面，咱们屋都味儿都散不掉了。就是啊，俊哥，你这一个星期没去食堂，就光吃泡面了。我减肥，你还减什么肥？减肥的，强姐减呀！你问我干什么？你看看你肚子上的肉，这玩意儿。 刚才我讲了一些办案中的要点，将来你们在办案的过程中会经常涉及到这方面的知识，所以我希望同学们能牢记于心。
到时候大家会得心应手。同学们，下课。哎呀，哎，走走走，吃饭去吧。苏明好那么快干嘛？平时下课不都第一个向老师问问题吗？哎呀，肯定热了，吃饭去了。我半小时前就饿得前胸贴后背了。走走走，吃饭去啊！去食堂上个班。啊，你们先去吧，我再问老师点问题。那我不管你了啊！哎。 啊，走走走走走。嗯，干嘛去？啊，我去图书馆。行。 虽然顾俊极力掩饰自己的窘迫，但是依然没有逃过苏明的眼睛。苏明不动声色地给顾俊打来了盒饭，这份在苏明眼里并不起眼的举动，保全了顾俊的自尊，成了打动顾俊的敲门砖。哎呦，谁行？西公，赶紧睡觉。 人为规，全寝受罚，相互监督。哎，嗯，谢谢你的饭。格斗对抗，苏明、顾俊准备，开始。 就是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。其实你的动作挺标准的，如果能在技术和力量上再提高一下，咱俩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。不用你安慰我，输了就是输了，不认输。这么快就认输了？下一次就是赢回来了。 这样我们就成了。哎，怎么弄的这是？他应该这样拍，这样拍，这样。哎呦！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干嘛呢？你俩，我喊两半天也不会动。你干嘛呢？怎么？一会儿有演出，喊一圈都没人去。 你这是没找着姑娘陪你吧？我是那种人吗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别闹！说真的啊，免费的，去不去？看起来不错啊。那必须，带你们感受一下丰富的特育生活。走。那随便，换衣服去，换衣服，走走走走走走。哎，怎么样？这位置不错吧？ 小子挺行啊，这票你怎么搞到手的？那我能告诉你吗？哎呀，我跟你说，要是我小时候坚持学音乐，今天在舞台上，那就是我。哎呦，我求求你，你要点脸了啊！哎，等等等等，开始吧，开始吧，开始。
再一次见到梁雪的古俊，被其魅力深深吸引。那时的他不会想到，日后梁雪会在他和苏明的关系中扮演重要角色。但爱情并不是像探案那样需要逻辑，而是一团说不清道不明的乱麻。小朋友坐飞机啊，起飞喽！哎，梁雪，走，梁雪，梁雪。好巧啊，这孩子是啊，小家伙刚才和家里人走丢了，我陪他在这儿玩一会儿，等他家里人过来找他。啊，这样啊，小朋友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金佳叶。今年几岁了？八岁。你一个人走丢了怕不怕？我不怕。不怕，佳叶真坚强。来，姐姐给你小蛋糕。谢谢姐姐。真乖，佳叶，佳叶，哎呦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哎呦，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有警察哥哥和漂亮姐姐陪着我呢。谢谢，谢谢。没事，阿姨，应该的。您下次要当心啊，可不能这么大意了。哎，谢谢啊。来，跟哥哥姐姐再见。哥哥姐姐再见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这小两口可真般配。哎，你晚上有事吗？没事，咱一起吃个饭吧。嗯，晚上我请你。晚上有事儿。那这个周末呢？嗯，这周末乐团还有演出。那。骗你啦，到时候电话联系。哎，其实啊，上次就是个误会。扯平。哎，行。妈。儿子，你要出去啊？啊，我有点事儿，咋了？你跟梁雪见几次面了？两次。这么长时间才见两次？这个什么这个那个的，你是男孩，你得主动点啊，人家女孩矜持不好意思，那你还能不主动啊？嗯，多约她啊。嗯。哎，顾俊，那个你要是约上梁雪呢，你就可以晚点回来。约不上梁雪的话，必须早点回来啊！行。臭小子。梁雪，我们先去换衣服了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你怎么来了？嗯，我妈说让我来看看你。我记得你说周末乐团在这演出，我就过来了。嗯。穿高跟鞋演出，一天下来肯定很累吧？给你买了一双鞋，不知道合不合适。谢谢。
世界最幸福的感觉。哎，他们怎么走了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这是街头演出，谁都可以上去玩的。哦、拿着。哎，给你来首什么？Don't touch。好的。献给大家。原来你不仅会拉小提琴，歌唱的还这么好听。其实啊，音乐是共通的，只要你有一颗热爱音乐的心，心有多大，舞台就有多大。就跟我们人生一样，要具有丰富性，而且多面化。没想到音乐可以这么自由地表达自己，我越来越能感受到音乐的魅力了。哎。不知道是谁之前说我们学艺术的都很无聊呢？其实我和你第一次单独见面的时候，我对你印象挺好的。只不过我不是很喜欢我爸我妈给我这样的安排。哦，刚才是我第二次看你。第二次，有一次你在音乐厅演出，我和我室友也去了。那你喜欢我哪场演出？我都喜欢，感觉每面都不一样。你在台上演出的时候呢，特别优雅、大气，特别是在你拉小提琴的时候。等等等等，打住打住，我感觉你再说就要说歌词了。那个，我下周末有空。啊？我是说，我上次拒绝了你，我是真的乐团有演出，你也看到了，所以，我下周末有空。睡觉。哎呀，你们明天都早点起啊？去烧烤啊？啊？明天再说。哎呦喂！这强姐就睡着了。马强，就真睡着了。这速度可真行。真快！熄灯了啊，都赶紧睡觉，不许玩手机，也不许干自己的事儿，早点休息啊。完了，那手机也被缴了，今天晚上可别睡了。
得劲儿啊！对不起啊，哥几个，连累你们了。行了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你们请吃饭啊。没毛病。哎，哥几个，要不然咱就站着睡吧。也行。 今天，我们将要在这里举行野外生存训练，需要你们根据地图上的提示来完成这次的任务。我们将以小组为单位，每个走的路线都不一样，每个人身上我们都装有 GPS 定位装置。如果中途有人想要退出的话，只要激活你们的报警装置即可，我们就会有老师去接你们。但是，相应的综合考核分数。 也会受到影响，大家是否明确？明确。下面点到名的，请出列。苏敏，到。陈文，到。马强，到。杨芳，到。顾俊，到。下面我宣布一下，担任 A 组组长的是，报告。杨，老师。 我有信心担任组长这一职务。担任 A 组组长的是苏明。是。哎，我说，看着地图，我们一天走不完啊！如果我们要争第一的话，是不是应该轻装上阵啊？不行，我们身上本来就都是些生活的必需品。 按原计划，我们本来一天就到不了，还是先保证安全，再去争第一。不行了，怎么了？走不了，走不了。行，在这原地休息会儿。哎，强姐，你还有水吗？没有了。 俊哥，瞅瞅你，你先抠搜。不行了，不行了，憋不住了。哎，别走太远啊！哎，哎，你们在这儿歇会儿，我去前面看看路啊。我陪你。走。走。哎，啊，想不想早点到？那必须的呀。你看。 咱们现在在这儿，往这个方向走，越过前面那个山头，今天就能到。搞定。哎，人呢？想不想早点到？想。想走到，一会儿听我的。行，一切听你指示。嗯。哎，他们人呢？马强，好了吗？好了。跟上，跟上。走，别掉队了。等一下。 我刚刚在地图上看到一条小路，走那条路翻过一个山头，今天就能到达目的地。不行，这样做太危险了。也许，其他的队也都是走那条小路呢，老师很有可能考察我们的随机应变能力。不行，现在天光马上就没有了，而且，咱们对这儿的地形不熟悉，肯定会出问题的。再说，咱们是一个团队，不能分开。 我跟陈文都这样觉得。你呢？啊，我听俊哥的。3:2。现在不是几比几的时候，既然苏明是队长，我们就应该服从命令。行，那你服从命令，我带陈文、马强走。哎，俊哥，要不咱们还是听队长的吧。我说你这人怎么说变就变呢？ 我这也是为了安全着想啊！行，你听队长的，咱俩走。哎，顾俊，放心，出了事情我自己负责任。此时的顾俊，并不只是想争强好胜，他相信自己的判断，并且希望得到重视。 可是，他却忽略了团队合作中
最重要的品质。这性格的弱点在他的日后逐渐彰显。好了，前辈，离我们的临时录影点不远了。待会儿你们沿着这条路往前走，到了这儿之后在那儿等我，我回去找一下顾俊。啊，我陪你吧。不用了，你去前面休息一下吧。不是，你小心点啊。不是，你一个人能行吗？放心吧，你注意安全啊。送给你读，那里面有你和我的幸福。落笔时刻感触，过往时光的投入，一幕一幕反复温习着幸福，漫步着幸福的坦途，拥有你不再有贪图。你给我你的世界，我怎么忍心会让你输？放心，我不会有辜负，我愿意全心的守护。也许我更想要追逐你给我你的世界，我不忍心，不能让你输。为了你，我不会辜负，我愿意全心的守护。带你寻找世界最幸福的坦途，带你寻找世界最幸福的坦途。